伊朗两列火车相撞，导致最少15个人死亡，几十人受伤。缅甸军方据称镇压罗亚兴族穆斯林，邻国孟加拉有5000人游行抗议。意大利暴雨导致河流泛滥，当局撤离居民和关闭学校。希腊难民营发生大火，两个人死亡，另有两个人受伤。以色列警方拘捕12名嫌疑犯，涉嫌同多宗纵火案有关。